大家好，我是威听。首先恭喜上次组合奋战三局战胜印度组合晋级决赛。首局开局双方比分8平后，上次组合略微优势，以11-8进入半场。半场后上次组合接着打了一波10-9又是11-17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双方比分互相拉锯至10平后，印度组合以11-10进入半场。半场后印度组合持续保持领先优势，打了一波10-6又是11-16扳回一局。第三局开局上次组合状态爆发，打了一波11-2进入半场。半场后手握巨大优势的上次组合再打了一波10-8也是11-10拿下比赛。